继续来到台南永康的西桥里，有一块拍荒的空地啊，经过公所活化改造，即卖变作一个休闲的公园。啊，这公所嘛邀请到永康国中美术班的学生，以海洋生态为主题来彩绘，让这个公园更加美丽。台南永康西桥里将一块空地活化改造，即卖变作一个休闲公园。公所嘛邀请永康国中美术班的学生来彩绘公园的围墙，让环境更加有美感。这本来是一个锅具，然后后面变成一个空地。整理完之后的话，也让我们大概是西郊的里面的一个运动休闲的地方了。会使看到围墙顶有学生彩绘珊瑚礁、贝鳌等等的海洋生物。学生除了发挥创意，也希望提升民众对海洋保育和环境保护的观念。结合就是学校的那个大未来的课程，然后希望就是在这个得来不易的地方啊，然后同学可以有海洋河流保育的一个概念。永康区公所表示，即马透过永康国中美术班的学生，以海洋保育的永续发展进行彩绘，会当共同来守护在地的生态环境。